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79面第六行看起啊，第六行。纵观诸经论，苏朝为信即心经，古音经为能行如是之事者，不可思议。要解为信即大智。安乐即为居此三心，啊，这三心里的信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戒名静心极为可贵。在前面，黄念老啊。举了很多经论的例子，啊，从经论合起来看，就像莲池大师所说的，啊，信就是心地清净。那么换句话说，疑。怀疑，心就散乱。啊，前面我们说的很多，信心带给我们自身的好处，就是身心的好处。是身心清净，啊，健康长寿，聪明智慧，啊，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信心清净的人，现在我们明了。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啊，外面的环境跟我们的心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西方净土佛一句话道破了，心净则佛土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当中，为什么把心摆在第一？啊，往生的三个条件是心、愿、行，行就是念佛，信愿就是大菩提心。本经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就是心愿，一向专念就是老实念佛，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具足身心切愿，所以极乐世界的居住环境就无量的美好，啊，清净庄严，啊，那反过来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球，灾变异常，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记载，啊，到处都是灾难，
原因从哪来的？原因从信心失掉而来的。啊，没有信心，我们知道，山河大地松散了，不坚固了。啊，所以山会崩塌，大地会沉到海底。这个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怀疑。啊，怀疑自信，怀疑信德。啊，具体的来说呢，怀疑人心本善，怀疑佛在经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怀疑伦理道德因果，啊，怀疑宗教的经论，啊，造成今天地球松散。啊，佛说贪嗔痴慢疑五毒啊，是地狱的根本啊，犯一条就堕地狱，如果五条都犯了，那就可想而知了。啊，我们要救自己的身心，救自己居住的环境，一定要对释迦牟尼佛这种教诲深信不疑。啊，这五种根本烦恼必须要放下。啊，100%的放下，那我们居住的地球绝不亚于极乐世界。啊，道理跟事实真相都摆在我们面前。啊，心就是心地清净，心地清净是从信来的，那么不信就心地烦躁。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这人没有信心的。古音经为能行如是之事，不可思议啊，佛菩萨跟你讲的，古圣先贤跟你讲的，你能相信？不可思议。佛说这些经是3000年前，说这一句话了。大家都能信啊，而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人真的要能够相信佛菩萨教诲，那是真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我们一定知道，这个人善根福德非常深厚。如果没有很深厚的善根福德，他怎么会相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句，感触很深呐。欧益大师《弥陀经要解》里面说：“信即大智”，对的，完全正确。没有大智慧，他听了不相信。
业障重的人，他听了怀疑。啊，所以听了能信，这是大智慧。听了能信，他有大善根。啊，安乐集为具此三心。这个善心，善心就是论注里头所说的纯心、业心、相续心。啊，具足这个三心啊，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你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成就。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决定得生啊！啊，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啊，几十年阅历当中啊，我们明白了。觉悟了啊，有殊胜的缘分遇到净土，遇到这一部啊《无量寿经》的注解，与佛有缘呐、啊，与夏老。与黄念头有缘，这两个人出生在现代啊，一生所做这样一桩伟大的事业啊，汇集无量寿经，给无量寿经做充分的注解。他们引导一切有缘人同生净土，生净土就成佛道啊，不生净土大概都是要去三恶道啊，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放下万缘，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念兹在兹，不能疏忽，不能忘记啊，最好今天就往生啊，明天就往生，不再等到后天啊，常作如是观，利益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对这个娑婆世界没有留念完全放下了啊，除了自己信愿念佛之外，遇到与净宗有缘的人，帮他一把啊，鼓励他精进，带领他成就，这是利他了。自利而后才能利他，自己没有得到真实利益啊，纵然有利他的愿行，效果不大啊。对于没有信心的人，
以善巧方便帮助他建立信心。啊，已经有信心的人帮助他信心增长，帮助他发愿求生。啊，弥陀的事业我们就尽心尽力了，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啊，所以尽心在现前这个时代极为可贵。啊，仅仅复观于一念，而为一念见性。当知此之信心，这在百尺竿头啊，又进一步啊，非思量所能及。啊，信心上、尽心上加上一念。一念尽心，禅宗三祖信心明，深禅大师，他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尽。”正于此一位。这里面两句话很重要，信心不二。那么换句话说，二心就不是信心，信心是一心，一心就是不二。啊，不二就是一心，就是信心。对什么人说的呢？对阿弥陀佛说的。啊，只信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暂时放下。一向专念，一心专念。啊，幸运专念。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才肯定得生，啊，一生当中啊，圆满无上菩提。啊，信心明后面这一句话是：言语道断，非去来尽。这是真的一念尽心。啊，言语心思所不及，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现在。那这是怎么回事情？本来如是。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念尽性就是你的自信，宗门讲的明心见性。啊，一念尽性是你的自信，你见到了。啊，自信清净心是本有的。他
他没有时间，去来经是时间，过去、未来、现在，啊，这叫三世。不但没有去来经啊，他还没有空间。空间是距离，是这个远近。啊，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它不属于时间，它也不属于空间，本来就是啊。慧疏为业，往生真言。啊，也就是说。六道凡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一个因啊，因缘很多，这是最重要的第一因教行心正啊，这是日本祖师大德说的，称为清净报土的真因啊。日本这些大德隋唐时代都在中国留学，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弟子、智者大师的弟子啊，他们得到祖师的真传啊，回国将大乘佛法传到日本并为一念即一心，净土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这个一心是什么呢？一心里头没有怀疑，是清净。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彻底放下了。所以他是一心呐，一念里头无二念呐，一心里头无二心啊，直观五蕴啊，摩诃直观第五蕴啊，一心居十法界。十法界从哪来的？慧能大师开悟，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从哪里生的？设法界从一念生的，从一心生的，啊，一心具足设法界，一念能生万法。故知一心者，乃万有之实体，一切真如也。万有之实体，这一句话，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说的
万有的本体。啊，也就是说，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是从它而生。啊，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有一切法，说明有它。这一桩事，我们在前面学过很多。啊，特别是贤首过世的万境望境还原观，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啊，比现在科学还说得清楚。读了科学报告，我们还是有疑惑；读了大乘，我们的疑惑没有了。啊，所以一心就是万法的本体，在佛法里也叫做真如，它是真的，体是真的，所现的万象那叫如。啊，相如其性，事如其理。性相不二，理事也如啊。佛称为金刚真心，金刚是比喻，比喻不生不灭，比喻永恒不变真心。啊，妄心是刹那留住的，啊，它不是真的。见能开人心目，自不多罪，以免涉足。前面说的很多了，啊，不用再多说了。人要是用真心，很容易开悟。啊，人为什么执迷不悟？是在讲这一句话里头答案都包含在其中。为什么不悟？执迷，你执着迷情呢，所以你不会开悟。你能把迷情放下，你就开悟。啊，迷情里面最重的就是身体。你把身体看作生活，你把身体看得比什么都重，错了。身体不是我，什么生活？真如生活，自信生活，一心生活，一念生活，二念就不是啊。这个事实真相，几个人懂？见性的人懂，觉悟的人懂，啊，见性觉悟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们今天听到也能懂，但是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为什么？我们的懂是解悟，在大乘经教里面长时间的熏修，我们能体会到，能感触到，但不是自己的境界。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没放下，甚至于我们还有分别之处，这些东西都是自信上面的障碍业障俗之障。这两大类的障碍放下了，你就见性，你才真正恍然大悟。悟到什么？原来一真都不是苦。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苦，也不再执着法界虚空界是我所，全放下了，那就恭喜你，你成佛了。你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所以称它做金刚真心，用这个真心就能帮助人开悟。谁用谁就开悟了。开人心魔。见到真心，看到真相了，开人目是你见到诸法实相，人开人心，从智慧上讲的，开人眼眼目是从相上讲的，我们看幕后这一行。智性回向，愿生彼国。前面所说的智慧、德能，修学有成就了，不管成就大小，也不管修行功德多少，全部回向，智性回向，回向给极乐世界，回向给阿弥陀佛，回向跟清净海中，我只有一个目标，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对了，这里说的智心，就是观经里面所讲的至诚心。四帖书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
里面说，智者正，诚者实。我们现在对智心我们比较少数，我们多半讲的是真诚。真诚跟智心是一个意思。愚民，一切众生身口意业所修戒心，必须真实心中做啊，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伪，见诈不断，恶心难清啊。执恶心牢固，四通十一节，虽举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业名虚假之心，不明真实业也。四帖书里头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反省呢，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首先我们有没有用真诚心？什么叫真？真就不是虚妄，要用真诚心生活，要用真诚心工作，要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啊。在现前这个社会，一定有很多人质疑这个世界是个虚伪的世界，别人起心动念都是欺骗我，我要用诚心诚意待人，岂不是吃大亏了？没错，是吃亏了，吃亏是小事，你后面得的利益大。后头得什么利益了？往生佛国清净弥陀，你得这个利益太大了，那么吃一点小亏算什么呢？何必去计较呢？啊，不肯吃亏的人，这个大的福报得不到。就中国古人讲，吃亏是福啊，福来了你还不要，这不是有智慧的人呢。大福报来了，你把它推辞掉，这愚痴啊！实在讲是求之不得的啊。无缘无故受别人冤枉，那个福报最大。有故事，别人批评我们，指责我们，回报我们，侮辱我们，那情有可原，那不是真有过失吗？没有过失，那个福德就更大了。没有过失，为什么还遭这种羞辱？
啊，这一生没有过失，前世呢，多生多劫呢，啊，佛法告诉我们，人不是这一世啊，过去有无量劫，未来也有无量劫，只要你不超过六道轮回。那无量劫的在六道里头轮转，时间可长了。啊，这也是没造业，前世的，在前世的。啊，我们这样一想，哪有不造业的？不可能啊！啊，哪有不跟众生结怨的？啊，这一生的人生，有幸闻到佛法了，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最大的好处是逆来顺受。啊，逆境恶缘当中，我们甘心情愿欢喜承受，消自己的业障，成自己的德行，开自己的智慧，好事啊！不但没有怨恨呢，还有感恩。在大乘法里，这叫逆增上缘。啊，逆境能帮助我们德行的提升。能帮助我们智慧增长。能帮助我们业障消除，能帮助我们圆成佛道。啊，所以一个真正修学大乘的人，真正念佛的人，他是什么心呢？一片感恩之心，一片慈悲之心。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的，所以他才有真成就。啊，假的，那就错了，那就堕落了，那还要给这些众生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是苦不堪言。啊，聪明人，有一点智慧的人，抓住这个机缘，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超越十法界。啊，有把握，有能力超越的，实在讲，就是净宗法门。啊，依靠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对净宗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来的也不是容易啊！啊，60年锲而不舍，一心参究。越深入越欢喜，越深入越明白，啊，真正通达明了，才彻底放下了。
啊，什么叫彻底放下？我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自己，劝导同学。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假设的，是事实真相。啊，我的生命就到今天。啊，明天没有了，不再想明天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我该干些什么事情？不就明白了吗？最后一天，你什么都带不走，包括身体。啊，所以我常说，活一天，这身体是我的，我所有的。啊，身上穿在身上的衣服是自己的，不穿在身上的衣服不是自己的，别去想它，与我不相干。啊，你身上带多少钱，带在身上是你自己的，没带在身上不是你自己的。啊，你住的这个房子，今天住的房子，这房子是你自己的，离开这房子好像不是自己的。你的心都自在啊。你生智慧，你不生烦恼啊。你的心生的身心是感恩慈悲，你不生不造业障啊。啊，不生自私自利，没有自私自利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上跟诸佛如来一体，下跟云飞软动、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是一体。你怎么不自在呢？啊，你还有什么妄念？啊，自自然然，清净心现前。啊，一心一念现前。啊，有一丝毫放不下，就把一心一念障碍住了，它不现前。所以四切书里头讲得好，一切众生身口意啊，身他所造的，口所说的，意他所想的，所修的解跟行啊，解是对于佛菩萨教诲明白了，搞清楚了，行是什么？照做，真干，必须真实行动做。这一句话要紧啊，真心去干。啊，怎么叫真呢？底下举出反方向，你了解了，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啊，不得外现行善精进之相装出来。啊，表面上做的，做得很好，勇猛精进。啊，里面怎么样呢？自私自利没放下，是非人我没放下，贪嗔痴慢痴慢疑没放下，那是假的。
所以必须聚而不迷。人要常常有自知之明。贪嗔痴为奸诈，这些是恶心，不善的习性，有没有放下？如果没有放下，那你就要晓得，这种的心念是在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这么显现出来。虚假、贪嗔邪为奸诈百端，这是六道轮回的因。有这个东西就有六道，如果这个念头没有，你全把它转过来了，你是用真心，这妄心，这不是真心妄心所造的是六道，是十法界真心所变现的呢，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真心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很简要的把它说出来。真心是什么样子？清净。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那么你就晓得，不清净是妄心，清净是真心。真心不生不灭，那我们现在这个念头，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生了，这个生灭心是假的，不是真，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本不动摇。动摇是什么？随着外面境界转，外面境界顺自己意识起贪心、贪爱；不顺自己意识，讨厌他。你会随着六根、随着外面境界生贪嗔痴慢疑。生七情五欲，这叫什么？心随境转，这个心是妄心，真心不随境界转。真心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它如如不动，这真心。所以真心不是轮回心。妄心是轮回心，妄心做主，身口意三业都是轮回业。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要能真的把它转过来，我再不随外头境界转了，真诚心用事。对自己真诚，对生活真诚，
啊，工作真诚，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真诚。用真诚心念佛求生净土，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圆满成就了，你成佛了。啊，如果你外面啊做得好像不错啊，像个像佛教徒的样子，里面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有改变，那这是假的。啊，四帖书里面讲的卧心难清啊，到刮胡说是卧心牢固，再说的明白一点，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个是正知正见，搞颠倒了，搞错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哪个人不是假的，你要用真心对待人，你吃亏了，你上当了，你傻了。中国古人讲傻人有傻福，吃亏是福，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啊，大学问，大道理。说穿了，他真没吃亏，真没上当，他占大便宜了。啊，所以这种误会，完全随顺烦恼习气，错了，四通十一界。这是像毒蛇猛兽啊！有大海，没有一粒呀！啊，虽其三业，名为杂毒之相。表面上做的好事，啊，布施持戒。人如精进啊，修这些里面怎么样，贪嗔痴慢疑一点也没断，这叫杂毒之善。一名虚假之心，谁知道？佛菩萨知道，鬼神知道啊，所以不明真实也，他不是真的，他不是实实在在的善意啊，不是假的啊。那么这种人，世间人不知道啊，他能够欺瞒世间人，佛菩萨明了。上天会收拾这种人，啊，这是劝我们，真诚心之可贵也。啊，念念呢，不能把真诚舍掉，啊，真诚舍掉。问题就严重了，啊，决定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怕被陷害。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之前修菩萨行，遇到割利王，这个割利王，割利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暴君。
啊，昏聋无道，再称割礼王，被割礼王割戒身体，凌迟处死，这冤枉啊！啊，菩萨没有一丝好怨恨。啊，反而感谢他。为什么呢？让他早一天成佛。我们遇到灾难，遇到人家谋害，感谢他，他送我往生。啊，我早一天往生，早一天成佛，这真的一点都不错。啊，没有一个恶念呢，对于伤害我的人。严重伤害都不起一个恶念啊！为什么？知道他跟我是一体啊！就像牙齿咬了舌头了，舌头咬破了，舌头怨不怨恨牙齿？不怨恨，为什么一体？今天有几个人认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只有佛菩萨啊，科学跟哲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佛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啊，真能契入境界。你得到受用，你所表现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现呐！一般人都能看得出来啊，看出来什么？你欢喜，你没有烦恼，你慈悲。你没有伤害人的念头，啊，这是像这个经上所说的，会真舍之理。你给自己，给一切众生真舍的理，啊，真舍的智慧。下面讲回向，啊，回向者以自身一切所修之善根向于众生，又向于佛道也。啊，回是转过来，回转。啊，向是向着一个目标。啊，我把我所修学的一切功德。一切善根啊，不想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不想享受，给谁呢？给一切众生啊，向于众生，向于佛道，向于佛道是希望正法救主，向于众生是希望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门弟子真正在佛法里面学到智慧功德了，他肯定是这么做啊，他不会去享福，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了，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不到华藏世界去，他不到极乐世界去，他在我们人间住世八十年。我们中国人说他老人家八十岁过世，啊，外国人讲十祖年年七十九岁。三十岁成道，开始教学，啊，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跟我们后人做榜样啊！啊，他能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呢？有这个条件。啊，你看《大乘经》上记载的，当年在印度十六位大国王都拜他老人家做老师。啊，现在讲的过世啊，他不是一国的过世，十六国的过世啊，叫大国，小国没说了。啊，这些过往大臣、大夫、长者供养释迦牟尼佛，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你看佛子，佛没有接受。啊，建筑的宫殿楼阁，不要，他过他的游牧生活。啊，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他过这个日子，居无定所。啊，僧团不能说小啊，我的看法至少三千人以上，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上午早课完了之后，佛带着大众到外面去乞食，啊，中午吃完饭之后进行，啊，进行之后这就是讲经教学。四十九年如一日啊！只是教学，没有任何依归。啊，没有在一起打个佛旗，没有，也没有搞一个禅期。现在的一些佛寺活动，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完全没有。啊，佛陀在世就是讲经教学，每天跟大家上课。研究讨论解答问题，他们是这么样的一个团体，我们都认识他。啊，严格的说起来，他没有宗教行为啊，他是社会教育，他不是宗教。啊，这个宗教教学的目标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要用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啊，佛知道众生的苦从哪来的？从迷惑来的。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啊。啊，那么世尊49年讲经教学叫什么？我再找你，应该是30多年前啊，在台湾。我记得是农历年的时候，啊，有一对青年的夫妇，啊，他也是大学教授，过年来看我，告诉我，他在辅仁大学，啊，课外呢，开了一门课，普贤菩萨显愿品。告诉我，好，在大千学士我提出一个问题，问他：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他到底讲的是什么？你用一句话回答我，不啰嗦，一句话。啊，释迦牟尼佛49年，他讲什么？他想了有5、6分钟，想不出来。因为我限他的条件是一句话，实在想不出来，他问我，我说《般若经》上有一句话，4个字。诸法实相，我说用这一句话回答可不可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宇宙人生一切法的真相，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他同意。你对于一切法的真相了解了，明白了，你就开悟了，你就离苦得乐了。啊，所以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教学的方法。啊，教学能帮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教学也能帮助一个社会离苦得乐，也能帮助一个国家离苦得乐，也能帮助全世界离苦得乐，妙极了！啊，中国古圣先贤聪明，佛法没到中国之前。啊，肯定没到中国之前，这个话不是从佛那里听来的，中国人自己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这个是出在礼记学记里面。啊，现在的学术界考古礼记这部书的成就应该在汉朝之前，啊，也就是说春秋战国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重视教育，教育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佛懂得，所以佛是用教育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都能达到究竟圆满的功德利益。
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回向啊，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深广，不为自己，为别人。啊，我自己所修、所学、所教、所传，全是为别人，没有一样是为自己。啊，真正做到无我、忘我，啊，为什么要为别人？为别人是真正为我，因为自他不二啊！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的关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一体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说：“无缘大慈。”啊，慈悲是爱啊，无缘是没有条件啊，无条件的爱，就像父子啊，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的天性，没有任何条件啊，同体大悲，大悲是怜悯众生在受苦，帮助他解决苦难。众生跟我一体啊，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只有彻底了解诸法实相他才能做到啊，他才能够乐此不疲啊。所以释迦佛不走过往，世间种种行业他全放下了，他做教员、做教师，终身教学啊，这样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它不是宗教这个回向下面云下头一说啊，愿生彼国者乃回自身之性行而去向往生也。啊，这个回向具体跟我们指出来了，向着哪个方向呢？啊，把自己信心啊，自己的身心自己一生之所行啊，这个行就是断恶修善自行化他了，讲这些成就，佛家讲的功德就是成就的意思。啊，去向往生，没有别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希望往生阿弥陀佛净土。
希望啊亲近阿弥陀佛。我们修学还没有到圆满，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校园很大，比我们娑婆世界大得多了。阿弥陀佛在这个地方主持教学，一到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无量无边身，在极乐世界不是一个阿弥陀佛，一个阿弥陀佛这个地方见到，那个地方见不到了。在极乐世界是处处都见到阿弥陀佛，处处都有讲堂，你去看，都是阿弥陀佛在讲堂里面讲经。你能够参与一个讲堂，到极乐世界，你也有神通，你也能变化。如果用你的神通变化，极乐世界每一个讲堂都有你在，每一个讲堂都有阿弥陀佛在说法，每一个讲堂都有你在听经，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不但有你在听经啊，而且你还同时能变无量无边身，到其他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访，去供养佛，去听佛说法，有这样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多半都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给你的，没有佛的加持你没有这个能力，得到佛的加持你有这个能力了。十方参学是佛慧双修，你去拜佛，去供养佛，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了，开智慧啊，福慧双修啊，永远脱离了轮回，永远脱离了十法界啊。所以其如净土境界，没有不发这个心。于是修经业的人，我们完全明白了，他们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就是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这下面一节观经，三心中之回向发愿心。经云：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
啊，这三种心不能没有啊。啊，第一个是真诚、至诚，真诚到基础啊，叫至诚啊。第二个是身心，身心比较难懂啊。古大德的注解注的是好，可是现在人呢也听不懂啊。古大德的注解，好善好德啊，好善好德了叫身心。我在最近大概20多年讲这个三心的身心，我不用古人这一句话，我用《无量寿经》上一句话，经体上的啊，什么是身心呢？清净平等觉是身心，自受用的嘛。至诚心是真心的。真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对别人大慈大悲，回向发愿心是大慈大悲。对人呢，啊，回向给一切众生呢，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回向求往生净土，求清净弥陀，所以居这个三心具足，这个人必生彼国。彼国是极乐世界。慧疏曰：凡就回向，有自力回向，有他力回向。如回自因行，去向来果，是为自力啊。这回向有两种啊，有自力有他力，他力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回自己的因行就是自己修行持戒，布施啊，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都是自信的啊。修菩萨行，希望将来能成菩萨道，能证佛果，这是属于自力啊。这个里头重要的，不求人间福报，这个很重要啊。把自己所修学的求人天福报啊，那就错了。能不能得到？能得到。你所修学的功德马上就爆掉了啊！不求人天福报，这第一种。第二种呢，专投佛愿，不用自测力，是名他力，是
非凡情回向，故一名不回向。啊，不回向的意思，不以自力，专靠他力。如是之回向呢，非凡情所能知，故称为不回向。这是净土法门。啊，如果诸位同修听到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可不能把意思错解了。啊，很难得这一段把它说出来了。啊，经中有称为不回向法门。有没有人修呢？有。一心念佛的人，他不做回向的意识，为什么？每一句佛号都是求生净土，每一句佛号都是希望亲近弥陀，所以他那个回向啊，已经融入在念佛当中。我念佛不为别的，啊，句句佛号都是求生净土、亲近弥陀，所以形式上都不用了，这叫不回向。啊，一心专念呐，不再分心呐。啊，把回向也放下了，怕夹杂，怕大现场。啊，那这是真回向。大品般若云，在般若经上说，菩萨如是回向，则不堕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这是讲不回向的。啊，菩萨修的不回向。啊，不回向的回向，他不做堕在想颠倒啊，我还想回向，我还想一个目标，想一个方向。那想，只要有想，都叫妄想。见颠倒，啊，见是见解。想是思想啊，你还有错误的这个见解啊，心颠倒，心还有念头，还有起心动念啊，我想着将来得到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是何以故呢？是菩萨不贪著回向。菩萨对极乐世界没有贪心，对阿弥陀佛也没有贪心，但是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决定要向阿弥陀佛学习，所以去极乐世界不贪着极乐世界，所以见阿弥陀佛不执着阿弥陀佛，这种不回向啊，又称之为无上回向。啊，卦谱里头有个解释：凡情莫之为不回向，
我们一般凡夫看，他都没有做回向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是无上的回向。为什么？他与信德圆满的相应，也就是自性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他虽然天天念佛，天天听经，天天读诵，天天念佛，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心里有没有求愿呢？有求愿，不要行事了。有求跟无求不二，有念跟无念不二。这个人，契入三昧的境界。不是一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不但六道凡夫，对他不了解，四圣法界也如是。设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一种念佛也是四种念佛里的实相念佛，真实功德。我们看下文，盖净土是他力法门，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法门，弥陀六字洪名于一尘怨海，均是他力。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支持名号的方法，戒引十方众生。能信能愿肯念这句佛号，跟阿弥陀佛就有缘，佛度有缘人。一尘怨海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一尘怨海的成就。怎么成就极乐世界？四十八愿成就。是四十八愿变现出来的境界。这都是他的，仅靠佛愿了，完全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我们自己也发四十八愿。自己愿跟佛愿完全相应，回向往生视为无上回向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这些仪式统统可以放下。这就是佛法当中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完全可以不要。
是故，能生一念净心，将所有的善根制成回向，则随愿皆生。这都是世尊在经上说的。最重要的，能生一念净心。关键都在一念这两个字上。一念清净，一念佛，念念清净，念念佛，将所有的善根世间法里的善根三种，不贪、不嗔、不痴，三毒烦恼，反过来三善根。那我们今天讲五毒，反过来五善根：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为什么今天这个慢跟疑的灾难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啊？傲慢所感得的是地震啊，怀疑所感得的大地松散，大地松散，土地会沉下去，高山会崩塌。这什么原因呢？我们的信心失掉了，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山河大地坚固，不会产生这个现象啊！所以我们在三善根里头要加这两条啊。真修行人，无不是随缘皆生。如慧书所开示，唯在信一念，不宜念多少也。念佛多少没关系。唯在信一念，一念尽信，这个重要。可是我们的信心不坚固，我们第一念信了，第二念不信了，那怎么办？念多少还是一个好的方法，唯在信一念，不宜念多少啊？这是从理上讲的。从事上讲，我们看看黄念祖老居士，他给我们做的榜样。他在往生前六个月，半年的时间，万缘放下，
一心念佛，每一天念14万声，他还计数，念了半年了，他走了，他的视线是做给我们看的，做给我们现代人看的，现代是什么时代？劫难当前。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救自己？只有念佛。除了念佛，别的法门来不及了。救急只有念佛，只有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唯一的办法，唯一究竟圆满的办法，真正是信者得度啊！你要是不相信啊，那你肯定是随业流转。我们现在晓得，随业流转是苦不堪言啊！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不能白学了。如果灾难现前，我们还是手忙脚乱，那就完了，全功尽弃了。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了解宇宙万法的真相，我们深深明了因果，华严经上跟我们讲的是如是啊，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缘，如是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从事实上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我们从十法界看，从六道看，完全明白了。化解灾难，美国布莱登说得很好，跟大乘教意思完全相同，只有
弃恶扬善，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起心动念，我们讲中国传统古圣先贤的教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十二个字起心动念呢，不违背这十二个字，把十二个字放在心上，端正心念，你是什么心？我是孝悌忠信的心，礼义廉耻的心，仁爱和平的心，灾难就化解了。布莱登说，全世界的人都能做，不但地球上灾难可以完全化解，而且能够把地球带到更美好的走向。他这些谈话我们听得懂啊。跟大乘经里面佛菩萨讲的一样啊。我不知道布莱登有没有修过佛法，有没有读过大乘经典。但是他说这三句话，诸佛菩萨在大乘经上常说的。我们懂，我们明了，我们现在正是认真在做，在学习。经宗更妙，更殊胜。把事出世间纯净纯善之法浓缩容纳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你念这一句佛号全都念到了，一样都不缺，妙极了所以趁这句名号，这古大德的十方诸佛都赞叹万德洪名这个名号里头包括涵容世出世间一切纯净纯善之法，都在这句佛号里头念这句佛号就是念万德世出世间纯净纯善的万德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灾难呢？念佛，只有念佛，除念佛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更好我们通过这么长的时间学习净宗，学习无量寿经，才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明了之后从我自己做起，我真干你们不清楚又怀疑，我们又怀疑，我真干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念字在此永无中断。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